声声佛号替慈济之工李建和助念，而李建和成为病理解剖的大体老师，发愿成就医学。就是说，当我们走的时候，你把它烧掉，也是尘灰一堆。可是他要化无用为大用。李建和与他的妻子陈阿桃一起做慈济，两人的故事还曾经在大爱剧场上演。当年加入慈济后，李建和的人生脱胎换骨。因为他以前也是有喝酒抽烟，初婚的，可是因为踏入慈济，1999年进来的，从此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而且出素食。此生已经圆满，但他的身影将长存在众人的心中，愿早日乘愿再来。大爱新闻杨爱婷、翁国佳，花莲报道。